以为死也不敢听。酒经地下酒窖的自然纯熟，才能调制分装，这被称为白酒的心理修炼。不甘的酿酒人在杭州的地下酒窖中，为孕育醇香的杜康酒建造了分区条件。杜康酒和杜康精米对合适的环境下进行分区发酵，分区发酵靠分区储存。菩萨能化天呀，他吃完了，菩萨化下百天，表亮金面，哎，把这个理出来。他不动吗？三八兵家好诗，来历北国平阳双塔里行兵。好，自己挂。老板，你别管我，前提先吃了，我前提给啊。